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欢迎各位咧，准时又翻返嚟呢个风云谷之会。咁啊，亦都咧非常之感谢你哋啊嘅支持啦，啊不断去订阅啦，令我哋嗰、那个。訂閱人數咧，而家已經係刷新高啊！咁如果你哋喜歡聽啊，或者覺得聽呢個節目有見地咧，就真係要踴躍訂閱啦，因為貴人是忙啊嘛，要提下你幾時嚇、啊、就開講啊嘛，要撳一撳呢個鐘仔，同埋咧多向你哋嘅朋友推介啦嚇。咁啊，今日講咩話題咧？就係、是、啊，據說咧就係、是、呢、這個雖然林鄭落咗台，但係似乎啊呢個香港人選擇離開香港。同埋特別係 BNO 嘅人士離開英國，並未因為係特區政府嚇扣住佢哋嗰啲叫強積金唔俾住，啊又並未因為嚇呢個據說英國超級市場嘅牛油嚇貴到係成90几蚊港幣一嚿，據說咧又貴得滯，仲要話揾條鎖鏈超級市場鎖住，驚啲英國人窮起上嚟走去偷夠牛油咁樣嚟食嘅話，呢啲古仔已經非常之阻嚇㗎啦。咁啊，仲有咧就汽油又貴啦，係嘛？嗰、那個地鐵車廂又冇 WiFi 用啦，係嘛？同埋地鐵車廂又有乞衣啦，啱唔啱啊？咁咧就好似香港人呢個移民潮係令到香港。越嚟越多親中愛國嘅人士為嗰啲走嘅人咧係擔憂啊！咁啊，為佢哋提出咧種種啊，英國不適宜啊呢個香港人居住嘅證據，就或者咧嗰、那個佢哋所感知嘅事實，咁啊嗰、那個目的係咩咧？你咁得閒，你不如睇下恆生指數股票啊上落幾多，係入兩飛啦，係嘛？人哋阿貓阿狗走，特別係你仇恨嘅嗰啲黃絲啊，或者咩人走，咁啊，正如雷鼎明教授喺2020年7月啊嗰個訪問話齋，早走早著好行夾唔送，係嘛？走30000咧，阿雷教授覺得好擔心，最好走夠300000。咁啊，似乎而家呢啲親中愛國啊，呢啲人士，呢啲藍絲咧，日日喺度吟吟沉沉拜神見雞，佢近年又冇去過英國。亦都冇喺英國長期居住，然後佢構想咗一個咧，英國係一個人間地獄同埋唔係人住嘅地方啊！一個場景咧，就日日暗暗沉沉咧喺度恐嚇緊一啲咧係想離開香港住喺英國嘅人。最大嘅啊嗰、那個理由就係四個字叫種族歧視啦。喂，其實種族歧視如果真係有嘅話，唔止係英國嘅喎。你會見到呢啲人又唔會講到澳洲有種族歧視、加拿大種族歧視、美國不但有種族歧視，仲有戴槍械嘅種族歧視。美國不但有戴槍械嘅種族歧視，仲喺紐約嘅地鐵站係有戴槍械嘅非洲裔嘅黑人對華人嘅種族歧視。最近我就睇到條短片，三個非洲裔嘅啊，係咪應該講黑人咧？喺個地鐵站咧，係直情向一個。好似華人咁嘅樣咧，左一拳右一腳又鬧咁私刑喎。喂，以美國嚟講，種族歧視，你睇啲片段係嚴重過英國10倍噃。但佢哋咧就選擇英國咧嚟到講，就講到英國點慘點衰啊，種族歧視啊，其他嗰啲好似仍然係人間天堂，包括前教育局局長個仔啊，去留學過澳洲。係嗱，陶生，我諗好簡單嘅啫。既然親中愛國陣營。而家近來從牛油啦、汽油啦，又或者係而家嗰啲咩種族歧視，豉油啦，咩、都講㗎啦。咁其實只係證明咗一樣嘢，乜都貴，就係、是、香港移出嘅人口咧，開始令佢哋感到恐慌，越嚟越多，同埋特別係今年嘅夏天，如果大家喺身處英國唔同嘅城市，或者你收看緊嘅時候，你應該都感覺或者知道，你一定有親戚朋友。喺今年嘅暑假咧，係過嚟，仲係一家大細。點解係暑假呢？係因為準備細路仔喺9月咧開學，所以其實依個7、8月咧係高峰期。所以而家你見到越多嘅依啲親中愛國陣營啊，講到英國如何唔係人住嘅人間地獄咧，你就反面裏面就知道咧，係因為佢哋終於感受到香港移出人口同埋移出嘅資金啊。
嗰個數量令到佢哋擔心。最近呢就有一個份量嘅人物加入戰團，唔止呢就講牛油啊，就講教育嗰位叫梁振英。呢位前特首兼中國嘅政協副主席呢，佢係咁講嘅。佢話佢喺英國居住過三年。佢居住在英國應該是四十年前，應該是七十年代初。他說四十幾年到訪英國二百幾次。他就認為你們這班香港 BNO 的家長送了仔女入到英國的學校。其實很多是英國的那些公立學校都開始增加收這些香港學生。他就問，喂，你們的仔女入讀這些公立學校品流複雜，佢系点承受英国嘅文化震荡呢？咁何谓文化震荡呢？就唔系话英文啊，或者叫汉语、普通话啊、广东话呢啲咁嘅隔阂。佢认为香港嗰啲儿童学童受到嘅文化震荡，可能包括点样看待未成年性行为，点样看待父母嘅地位，身边嘅中学同学怀孕堕胎又点理解？遠性毒品是什麼一回事？咁即係話，喂，如果你家長帶埋啲仔女去，見到個仔女讀嗰間學校，周圍有啲咁嘅問題，你有冇咁嘅心理準備喎？係嘛？喂，呢幾個問題咧提出嚟咧，我覺得提出問題嘅人咧，似乎仲係活喺七十年代初。香港有位道德導演叫龍江拍嘅嗰個電影嗰個時期喎，嗰啲中學女生嗰陣時不務正業啦，然後就俾人賣咗落去做社女啦，就結交嗰啲飛仔啦。嗰陣時嗰啲報紙話喺平安夜咧就接受舞會邀請咧，豈知咧飲咗半杯酒咧，模模糊糊，後來搞到叫豬胎暗結啦。嗱，呢個叫豬胎暗結呢個成語都是我好細嗰陣時睇嗰陣時嘅工商呢個星島去報道嗰陣時唉，所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老夫子與大番薯睇見嗰啲飛仔飛女穿條喇叭褲胡鬚核突嗰陣時係指住嚟鬧三字經，係嗰個時代喎。喂，你乜你覺得而家英國美國嗰啲中學小學課室周圍講緊仲係未成年發生性行為帶咗一套墮胎遠性毒品唔尊重父母呢啲咁嘅問題咩？你覺得係咩？所以梁振英咧，好似活咗喺上個世紀，仲要係即係六七十年代嘅世界。其實頭先佢講及嘅遠性毒品啦、墮胎啦，或者婚前性行為啦，甚至對父母嘅地位咧，呢啲如果好多中學嘅老師喺香港已經係即係每日要面對同埋每日要處理嘅嘢。第一，就算係英國嘅問題，唔係英國獨有，香港一樣有。係龍江時代拍嘅電影嗰陣時，馮寶寶、薛家燕、陳寶珠、蕭芳芳嗰集戲叫做這個叫瘋狂酒吧非男非女，已經講緊呢啲問題。香港通街天台學校同埋文俊導演這個叫靚妹仔嗰陣時嗰啲咁嘅書院翻書女識得啲姑爺仔俾佢搞大咗個肚賣咗落去旺角嗰啲酒廉嗰度咧係去做舞女，喂悶唔悶啲啊？嚇呢啲問題香港唔嚴重咩？係嚴重過英國幾廿倍啦，係嘛？仲有一點，其實我唔知道邊個地方嚴重啲啦，但係起碼嚟到英國讀書嘅細路，無論中小學，佢唔需要面對國安法回答嘅時候，佢驚答錯咗而遭受到咧可能咧父母嘅壓力或者老師嘅壓力，亦都唔需要擔心咧老師去教呢啲中國歷史或者有關於香港嘅一啲近代史嘅時候咧，會觸及一啲咧國安嘅問題，而甚至咧佢亦都唔需要考慮到喺學校裏面有冇邊個同學仔係個爸爸媽媽咧係警察。於是乎咧，如果我萬一同佢有啲衝突嘅時候咧，我就會無啦啦咧，可能涉嫌咧係欺凌佢，係因為咧佢阿爸係警察，依個咁嘅扣帽子。咁所以其實如果梁振英話，與其話嚟到英國多咗好多依啲頭先講嘅咩遠性毒品墮胎問題咧，不如就話嚟到英國之後，嗰啲細路仔唔使面對咁多黃藍是不是警察父母的子女做不做得朋友啊？國安法究竟我答的時候我答得真不真心啊？我又不需要學那些升國旗裏面呢，如果萬一我的表情呢比較
唔夠誠意啊，又會俾老師照費啊，佢唔使學，唔使面對呢啲嘢喎，咁其實幾好喎。據我所知咧，英國無論係私立寄宿學校定係政府學校，都唔會話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啊，喺個操場嗰度咧係將支米字旗升一次。噓噓噓，噔噔噔噔噔噔，冇呢啲嘢。嗯，繁文縟節，幼稚園會唔會咧？一樣唔會，亦都唔會咧。有個英女王像咧，係話俾你聽呢位。慈祥的女士就是你们的祖国或者你们的阿嫲，没有这些东西的。嗯，是吧？同时的课室也都不会有摄录机录住那个先生讲嘢啊，同埋然后暗中鼓励当你们的学生听到这个先生讲一些是对现时保守党政府尤其是首相这个庄汉生有不满的时候记住打这个电话啦。接通去附近嗰個警察局嚇，係冇呢啲嘢嘅。咁咧就有時咧，所以提供資訊咧嚇，唔好嘅你都要講，好嘅咧唔好講係好嘅啦嚇，係正常嗰啲咧都亦都要講，然後你咪交俾嗰啲家長自己去取捨咯，係嘛？啊，英國啲課室唔好講話咩學校啦，環境已經大過你香港多多聲啦。一個叫做足球場啊，係咪啊？幾乎都已經有啊，係成個。維多利亞公園啊，淨係加埋啊，你都唔夠好多英國嘅公立學校同埋寄宿學校嘅運動同埋體育場地一半咁大。嗯，仲有嗰啲咁嘅古老嘅校舍啦，啊，咁仲有裏邊啊嗰啲非常之齊全嘅圖書館啦，圖書館唔會有禁書啦，啊，咁啊唔會有因為政治思想啊嘅導致嘅禁書啦，係嘛？咁啊。英國啊，嗰個教育嚟講咧，係非常之輕鬆啦，嚇，亦都係話係一種真正嘅全人教育啦。佢將遊戲同埋讀書呢兩樣嘅精髓溝埋啦，仲有咧可以將啲細路仔鼓勵你去體育啦，譬如話打籃球嘅時候培養個團隊精神啦，嗰種求學、求上奮進啊，嗰種干勁同埋意志咧，佢鼓勵你將呢個意志喺個運動場培養之後咧留住。然后用在你读书和做功课考试那里。嗯。所以呢他真正是做到呢这个叫德智体群还有是中国人社会没有这样东西叫美学。嗯。是吧那么他很注重这个美术啊艺术啊创作啊是吧还有你在英国来讲读书一到周末你行出个校舍不是好像香港那些 band 2, band 3, 一放学你见到成条街呢都是嗰啲魚蛋檔啊，嚇誒嗰啲咁嘅酒廉啊、舞廳啊，啊同埋咧紙醉金迷啊，嗰啲 shopping 嗰啲名牌啊，係嘛？所以以前孟母三遷呢一個典故係非常之重要。當孟子個媽發現嗰個細路仔讀書嘅環境，周圍係一啲咧厭惡性啊嘅人物同埋啲行業咧嚇，咁啊孟子個媽即刻同決定咧就同佢遷居啦。呢個咧。是充满中国两千几年前儒家早期的家教的智慧。嗯。所以呢说堕胎啊性行为啊这些呢我可以说在英国的课堂啊是不存在这些讨论。是。所以呢是勾到不勾。是。但是你说英国课堂是不是现在真正是可能困扰到香港家长同埋亞洲父母係乜嘢問題呢咁呢位中國政府主席一樣都冇講到。我哋呢啲嘢呢係好平衡嘅係咪我就話俾你聽真正嘅問題唔係話咩軟性毒品啊搞大個肚啊未成年好簡單啫。其實當你喺個中學到中五中四認識得個同學仔搞大咗個肚落係咪而牛津劍橋又俾個位置你讀落咁你手頭號啊是吧首要考虑的就梗是不要去牛津劍橋读工程读法律跟这位女生摆酒结了婚先那将来或者几十年之后你这个成为一个优点或者做到首相呢是吧所以这些又未免是以偏概全就算在学校里面是堕了胎又怎样是吧这个不是世界末日何况这些不是英国中小学教育所优先现在讨论的问题。嗯，佢嘅问题系咩咧？一阵翻嚟再讲。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对风云谷嘅支持。风云谷喺 YouTube 平台出发，不问翻墙，但求越界，笑看古今善恶，审究人情百态。逢星期二、四、六晚10点，
风云谷约定全球华人，节目是完全免费播放。而我们在短短一个月间，订阅人数升破十万。大家的这份支持，令风云谷的团队打了一支强心针。亦不枉陶杰、鲍伟聪，我们两位主持每次长途跋涉、千里迢迢，都要坐在一起做节目。如果看到这里，大家还没在 YouTube like 这一集的影片的话，希望大家 like 我们的影片。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无论你在不在直播时段，大家都可以用超级感谢、超级贴图和超级留言支持我们。有能力的朋友，希望大家同时加入陶杰 Patreon 和鲍伟聪重浸直说的 Patreon， 而 Patreon 亦会包括有每一集风云谷的声音版。大家的支持会令我们可以更加有动力，一直携手行下去，越过死阴幽谷，一路走到阳光普照、风和日丽的一天。再一次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只当全高远，风云谷。